想法。对，因为我只是直接借人家的店名下来。那时候我有问为什么当初会取惊奇这个名字，是因为他们是希望每一道菜都是差不多一个。然后再给我一个长这个样子，打开的刀。自己的比例，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比例，就是有用糖啊、盐啊一些东西，他就在调。因为我看过那什么酱派的寿司，然后它里面讲说醋饭的那个饭，好像要什么很多比例才做出来，我也不知道。醋的比例吗？对啊，就是感觉蛮复杂的。对啊，不一样。是你来这边多久啊？过来蛮凉，六月蛮凉吧。今天早上才用的，还有泡，还是要泡什么？今天早上。其实真正想起来，日本料理其实是我第一次接触的一个餐饮，一个类别啦，因为以前我是中餐出来的，那以前我们是在那个国宾饭店，国宾饭店，对，早期在国宾饭店做，然后当然中间也是经历很多一些什么，台北就是一些知名的饭店也是有待过，然后跟一些餐厅，对，啊，那时候也是跟过那个什么。那时候在国宾也是跟过那个谁阿基斯的，对，所以，但那时候我们他也是有灌输给我们一些做餐的一个正确观念啊，跟摆盘啊，还有那个你给客人的一种感觉。当然，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说，我们做出来的东西要我们自己喜欢，客人才会喜欢，自己看了就觉得很差了，当然客人吃的也是好不到哪里去。你刚刚只切过洋葱哎，没关系啊。那什么，我也是过来。2011年，我怎么会想开？那时候算是，我在这家店的时候算是刚加的员工。那时候因为那时候老板身体不好。我就想说，我就试看看嘛，我就接下来就是吃掉他们的股份，然后就把这家店定下来。正南正妹这个算是我上一个老板他们想的，对，那但我中间有修过好几次他的，也是一直试啊，对他的做法。那其他像无理闪寿司啊，跟一些什么豪华吃起那个豪华海鲜盖饭那些，那后期那是我自己想的。对，我们在设定这道菜的时候，是要像座山一样隆起来。对，然后感觉好像要爆发一样。吃过吧？当然吃过。对啊。就我觉得就是很实在啊，然后它比较平价，对学生来说很 OK， 然后每次都这样排，对，这是唯一的缺点，可是也是红的原因。QQ。因为其实认真讲，在学区做我们的价码真的是没办法拉高，这是很事实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变成说，我就是要去找一些比较好一点的厂商，但价钱上我自己也是要去跟人家砍价，那把这些多余的利润有时候都会灌在客人身上。对，所以那我是这边是不求赚多啦，只是说，就是算是说，在政大这边是算是跟大汉这边的学生。那我要先给他来，他来，可以做完，他来呀，好，然后两点。
第二次。是啊，第二次哦，距离比较久，他可能忘了。哥哥，你还记得吗？他是哥哥。哥哥，你吃什么？哥哥吃什么？雪花牛冻。雪花牛冻。上次你还记得你上次来吃吗？真的、哦？那、啊、你上次吃什么？上次吃咖喱饭，咖喱鸡、啊。那你一个人吃得完吗？吃得完啊。你很大份。你多大、啊？多大、啊？哥哥。不要问你。3年级。3年级。嘴巴先吞下来。吃完再讲话。那有吃过他们的那个正南盖饭或正北盖饭吗？没有吗？没有。我好像有看过。我自己吃过，我觉得还是生鱼片吗？对啊，对啊，生鱼片。哦，是啊，哦，然后他觉得那分量太小。可是还没来。可能作业要比较久一点。是爸爸点生鱼片盖饭？不是，海鲜盖饭。哦，海鲜盖饭。他的有干贝啊，有那个什么虾子吧、啊？海胆。海胆啊，什么都有。对啊，吃最好嘛。雪花牛豆跟炸豆腐，然后四川正南盖饭，然后就是四川盖饭，对，就是很多正南大学生都会点。啊、嗯，好，那你们点很多哎。对，那、啊、你们这三个人最喜欢哪一道菜？这样很丰盛哎。这很多菜啊，好棒，都不错哎，也不会点，还蛮难选的。那姐姐拍完吧。好吃，好吃吗？好吃，不好吃？好吃吗？你很脏哎！哎呀！用汤匙啦，拿汤匙，拿汤匙。当然是有这个想法，那只是要几年后才会实施，可能就是早点啊，然后破店之类的，对。啊，现在我觉得很厉害了，不懂。因为开家店你要有足够的资金，那现在我们还在累积资金中。瞎子。比我中。喂我，我可以跑。太夸张了吧？可以跑，充满了幸福感。没有，现在太满了，我找不到要从头下手的饭。如果当天卖不完，我们地点我们会把它。重新的冷冻起来，对，就让它维持在一定的新鲜感。那我们是尽量能把它消掉就把它消掉。嗯，对对对。那第二天的话，当然要看说，这个鱼可不可以再生吃？我们自己都会先吃看看，这味道怎么有没有跟昨天不一样？啊，如果有一点差异的话，那我们宁可就自己把它吃掉就。对对对。这里面我们跟知名的真鲜的公司。他真鲜他哦，他的门，他给他的门市的货其实是还好的，对，而他给我们店家的货是比较好的。为什么？是你去真鲜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看你去真鲜吃，他一罐握寿司还是什么才卖30块、20块，嗯，那他们的利他。卖你一个才卖你30块，他卖我们一条鱼都好几千块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了解。所以当然他会以我们店家为主，我们印象中的东西都是从日本来的。其实，不只是只有日本，有美国、加拿大那些都有货源。嗯，对对对。像海胆可能就是加拿大，啊，或是美国，鲑鱼也是一样。因为加拿大这一个国家，它也是有产。产一些海鲜类的东西，对，所以它，虽然日本发生这种什么辐射那个海洋那个都有问题嘛，但是我们只好转别的国家。还是你煮吗？我、哦、没有，这一点我要承认，我不会，我回去不煮饭的。好好，他会以为厨师老公就回去就一天意式料理啊，一天泰式料理。我以前是这样觉得。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。他哪个系的学生最优秀？就是你看过到目前为止，你不要考。怎么办？这么奇怪。今天传播。Yes。这样吗？